已婚者离职，有恋情的也离职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你们的总监，我以后住这里。但我说我们已经住了啊。不关我的事。我决定了，帮你们讨回公道。目标就是让金宇臻撕下那个狗屁单身公约。撕下那个狗屁单身公约。看什么啊？你怎么还在？不行吗？我是说给你一天的时间搬走。所以你现在是跟我走了？原本执意说要走的人是你，不是吗？我仔细想想，我要是现在就搬走，就让你得逞了。好歹我也是公益坊最资深员工，而且住这里是我的权利，是吗？你自己不也这样说吗？干嘛？是我的，借擦一下又不会怎样。你用这个擦。变态啊！反正我是不会走的，我会盯着你。哎，生活公约第三条，厨房使用有先来后到。Sorry， 我吃饱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不要动。伤口这么小，是我受伤，又不是你受伤。怎么可以自己处理啊？刀伤我比你更知道该怎么处理。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要戴手套吗？你想干嘛？因为这样就不会有指纹了。你这变态！你违反公约了。好，对不起。这样可以了吗？不可以。不然你想怎样？吃掉。